同志们，咱们今天拿到一台之前在广州车展只能静态体验的凯迪拉克首款电动旗舰 Lyriq。咱们今天在广州的试车场感受这个美式豪华到底怎么样？你看这个外观像不像个未来战士？夸张的可发光前格栅，这个就是量产车的最终版本。坐进车里面看一下，车顶上巨大的玻璃天幕，全系标配的电动遮阳帘，看一下后排空间，很宽敞，有没有？这个33寸的9K 曲面屏，配合8155的芯片，一个这个滑动感，动享丝滑。这个画面的细腻程度，我们来对比一下手机。Nice， 整个内饰做工用料，你看这些细节，这些木头、水晶的这个旋钮 ，AK 级的音响，19个扬声器，座椅头枕上面都带扬声器的设计。我们把它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修一点，感受一下120赫音效果。哇，没什么噪音，这是我开过电车的 NVH 噪音控制里面能够排到前几名安静的车了。这个电门响应，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后都是5连杆独立悬架的这个底盘配置啊，整个车配重做得很好。这个车就是感觉重心是很高的，但是那种大的变道，车型又很小。你看，凯迪拉克现在开始走灵活路线了，这是什么叫大块头有大智慧啊？哈哈哈，可以。Lyriq 是凯迪拉克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电车，凯迪拉克是想拿出100分的诚意，让大家在豪华品牌车企到电车这个选项里面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抢占市场。外观要做的夸张吸睛有回头率，里面的美系豪华又得以延续，去试驾一下，一定有惊喜。